放假想 relax 一下咧，其实就唔一定要出国嘅，香港都有好多好地方噶。今次咧就带大家嚟到西贡依家酒店度避晒，望住个 view 够晒超啊！走啦 ！The Pier Hotel 咧坐落于有香港后花园之称嘅西贡，除咗简约时尚又设备齐全嘅精美客房之外咧，呢度仲拥有白沙湾码头嘅开扬景色，充满度假气氛噶。加上附近就是西贡市中心正中大王，绝对是香港人的避世好地方啦。今次就一于试下招牌海景房啦，唔讲咁多啦 ，check in 先。依间酒店有29间房型都有 open kitchen 嘅，除了有电磁炉和焗炉之外其他架餐都好齐全噶，啱晒煮饭仔啊！如果冇时间买餸煮饭仔嘅话咧，仲可以要求酒店为你事先准备，相当贴心啊！嚟得避世嘅系要尽情咁轻松下啦，有啲房型咧做个大浴缸对住海景添啊，玩完成日梗系要浸下泡泡浴啦。咁好 feel， 梗系唔可以浪费嘅露台啦。另外咧，仲有好适合开 party 或者一家人入住嘅套房。哇，超大嘅天台啊！啱晒同另一半或者成班朋友上嚟，一边倾偈一边睇日落睇星星。玩到咁上下，肚饿又唔想煮饭仔或者去咁远嘅话咧，酒店入边咧都有好选择噶。主打高级日式料理，除咗提供住客早餐之外咧，亦都有供应午市同埋晚市，质素咧都相当出色噶。早餐方面分别有西日、日式、素食以及精选全日早餐四款选择。交通方面酒店提供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多个港铁站和西贡市中心，另外附近亦都有多个巴士站和小巴站，都几方便的。